5月6日星期六，哥斯达黎加动漫展在艾雷迪亚省的会展中心举办，为期2天。已经在网上订购门票的人们在会展中心排队领取识别手环，65岁以上的老人、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场。Comic Con Costa Rica 是国际形势一部分，汇集了漫画、电影、书籍、视频游戏等粉丝。它由 The Road Tech 和 Shemains 组织，这是本次会展为期2天的第一天。距第一届会展召开已过去1年。会场内微笑、舞蹈和拍照，证明动漫展前途一片光明。粉丝们化妆成各种动漫人物，在会场内尽情欢乐、拍照。一些粉丝们围坐在一起，展开各种桌游竞赛。也有人在认真地给一些动漫人物模型涂绘各种色彩。他们从中体会参与和成功的乐趣。见到了我们家的动漫人物大外孙和他的同学，大家合个影吧。也有一些人在电脑上进行游戏对决。大家在现场体验虚拟现实。现场有商家给游客品尝公司的产品，这里也有一些插画家在卖自己的作品。开始不了，想到你微笑一个转角，就和你遇到这一秒，忘方言刚刚好，哦，见了我，打乱的心跳，呼吸不好，糟糕的可笑，失眠到，我视线被偷了，正断铁链的绿巨人在俯瞰着会场里的人们。现场还有做美容的摊档。明码标价，一些国际影视明星也来到会场给粉丝们签名、合影留念。
美国电影绿巨人扮演者卢弗里基诺来了。电影《速度与激情》5月18日在哥斯达黎加上映，电影中的赛车就摆在现场。韦亮在会场见到了两位朋友。会场有卖小饰品的摊位。这也是一种桌游。厂商在现场推销自己的饰品。一种刺激性的体验。这是一个互动环节，现场参与竞猜动漫人物的声音。通过一段录音，抢答是哪个动漫人物的配音。真巧，又遇到好朋友了。K-pop 舞大赛，开始不了，想到你微笑一个转角，和自媒体朋友互相拍摄。开始不了，想到你微笑一个转角。